赞哦，好不好？那不能免俗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只要来到本店，如果有过生日的话，好吧？啊，都要帮你办一场祈福法会了。哎，你们没有的哦。来，请现场的各位跟我们用最庄严肃穆以及慈悲的心肠，一起双手合十。这个啊，这个是普渡的这个十，嗯，十，你弄十啊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普渡用的，这个才是，好吧？来，预备。我相信这是你这辈子过过最荒谬的生日，所以赶快要下来，下来掌声了，掌声了，快点啊！阿平，是的，啊，祈福完了之后呢，祝福你这个幸福美满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头好壮壮，对不对？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三不五时要回到现场，好不好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明年的今天要再度回到现场来，好不好？你要跟法师我还愿啊，哈。好，最后祝福你，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看得出来，最近的人们都缺乏同胞爱哈。哎，刚刚应该鼓掌的时候，那一桌很大桌的就没有鼓掌了。好，预备起，暂停。好，看得出来，哎对。刚可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明，啊 ，Miki， 你男朋友要走了？哎呀，我才刚刚过来唱而已呢，哈、啊、是啊。OK， 拜拜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See you next time， Alright， 好，继续啦。让我好 ，OK， 那继续呢？安排这首。走过世纪，啦啦啦啦啦，是这首对不对？太棒了，留给下一个时段。因为我只会唱这一段而已嘛，吼！这不是肯德基，这不是肯德基。我知道不会唱了，我们留给下一个时段的女主唱唱，好吧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安排这一首歌曲好了。蓝雨哦，好吧。带来这一首我们 A 十桌这边点的歌曲，这是怎么说呢？这是张学友，没有错，张学友。张学友呢，有一次跟他的老婆叫做罗美薇啊，他们来台湾玩耍哈、哦，啊，本来他们要去绿岛，结果坐那个小飞机嘛，很好。啊，小飞机风太大，就偏偏偏，因为绿岛旁边就是蓝屿嘛，偏偏偏偏偏偏偏，哎，就被吹到蓝屿就迫降了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有感而发，就讲了这个故事给他的经纪人，他经纪人在折成他的，叫他的那个作曲的那个团队啊，蓝屿这个故事是这样，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蓝屿这样，好不好笑？没有掌声怎么唱啊？吼！对。
下雨天。